假如遇见20年后的自己，我回来了。李学院，20年后的你，骗子，老师把他轰出去。测试预感，我是20年后的校长。校长，你口渴不渴？咱去办公室喝茶。表现好点，不然开除。好嘞，等。那我20年后啥样？第二天，王小呆，关前。该不会是20年后的王二老吧？啥？我咋成这鬼样子？我就是20年后的你，是乞丐，我完了。哈哈，你还笑？就怪你，我打了。你以前经常拉我一起玩，没认真学习，我才变这样。切，那是你贪玩。你来干啥？王小呆20年前欠我5毛，关前。就这，给你100块，剩下送你了。这还差不多。20年后的王二狗身材。别说了，我去学习了。没用，你以后反正都是乞丐，学了没用。你闭嘴。第二天，我回来了。大姐，你谁呀？20年后的赛西施。大天天有人穿越？不可能，我未来不可能这么 low。说自己 low 的，还第一次见。赛西施，你记住，以后娶谁都别娶王小呆。我能看上他，我这辈子完了。都把嘴闭上，你穿越回来干啥？王二狗欠我是2.15元还钱。啥时候找你借钱了？2023年5月22日。王小呆，告诉他今年几几年？2023年4月22日。穿越都能穿好了，那这事就算了。王小呆之前你借我50块还钱。你都说了20年后我们是夫妻，要什么钱？闭嘴，从今天开始我们不是。还有班主任，我咋的了？上学时没收我的小说还我。给你，我看不下去了，这些东西是我的，那也是我的，不是你的。保安，我们班赛西施和赛西施打起来了。对，赛西施和赛西施。第三天，我来了。这又是谁？是我，一看就身价不凡。没错，我就是王小呆，给你们1人1000万。哇，王小呆，你未来真有钱。你给太多了，小钱，我现在开了100家上市公司，不差钱。果然我没看错，王小呆以后真有出息。我不客气了，随便拿，给我留一点。抢什么抢？这些是你给我们的。哎呀，太败家了，让开，别挡路。不让，我未来是首富，敢这样跟我说话。偶尔来是乞丐，就怪你。我也天天玩，就成为首富了。你赔我精神损失费。无理取闹，让开。不赔，我就一直跟着你。烦死了，你还跟？没钱，没钱。那你想办法。没办法，那就找未来的你。这怎么可能？看，叮当猫是机器猫，我是哆啦 A 梦，不重要。我们要穿越时空机，不给。给你100个铜锣烧，拿着。怎么使用？对着他说，想穿越到哪就行了。穿越到20年后。哎呀，这两个叔叔好奇怪。哇，真的穿越了。小朋友，这是几几年？2043年。我现在在哪？我面前。不对，这世界首富在哪？那边，沙雕集团就是他的。站住，出示证件。这都是我的，要什么证件？神经病，走开。你不觉得他和首富长得像吗？我没见过首富。出去。哎呀，这怎么办？等着我出来。一小时后了，世界首富好帅。你出来了。走，站住，你怎么来了？找你有事。走，去我家再说，那也是我家。你家可真大，找我干啥？去找现在的我，赔我精神损失费。凭什么？我变成乞丐就因为你？你要多少？起码1000块。我给你1亿。谢谢王董事长。太败家了。那我现在在哪？报一条新闻，在北门一位乞丐在这里待了2个月，浑身臭味，赶都赶不走。好像是你，这就是我。躺着真舒服，真臭。20年前的我，你怎么来了？这1亿给你。王小呆给我们的补偿，算这小子有点良心。满意了吧？满意。穿越到20年后。时空穿梭机给我，这东西太好了，送我吧。脸皮真厚。王二狗，去给我倒一杯水。凭什么？未来我是首富，你的钱都是我给你的。那是你欠我的。放心，把我照顾好了，未来会亏待你的。行吧，水来了。不错，我要吃汉堡，去给我买。汉堡来了，把你游戏机给我玩。不行，我新买的游戏机我还没玩够呢。你玩什么玩？给我。欺负人！别哭了，明天还给你。保护好他，别玩坏了。知道，玩去喽。要不是看你未来是首富，我才不给你。你说什么？没事，我说你慢慢玩。这还差不多。假如穿越到智商很低的世界，2减1等于多少？21。是等于一，白痴。老师他骂我，活该，就是等于一。谁杀你居然能答对？闭嘴，王小呆，我考你加减法。随便来，我都会。减2加2，4。人才走参加比赛，参赛。你的号008，还好。你拿反了。啥？前面还有800位。是的。可是他是天才。大连总是天才。他智商高。我考你，0加0等于几？零。天才进去。比赛马上开始，谁来参加？我们来。上来。他来。小屁孩，我来挑战你，你接受吗？当然，分分钟让他下台。听好了，一个人在10楼，每次往下走2层，再往上走3层，如此往返，问多少次才能回到10楼？10次，错误，那就是100次，只需要1次，因为他已经在10楼了。回答正确，这不可能，是否继续？当然。您呢？我想想，肯定不敢了。怎么可能？继续。有一个篮球比赛，你是裁判，但你没有犯规的判断能力，你怎么办？不当了，错误，硬着头皮上，闭嘴吧你，笨死了，找个会的人来当裁判。姐，你也回答错误，天才，完全正确，怎么可能？你才是天才，你现在不是了，恭喜这位小学生成为500年唯一的天才。哈哈，我是天才了。我怎么会有人比我聪明？你好，我是初中部的精品班的校长，欢迎您来。天哪，我从小学生变初中生了。欢迎新同学。你们好，我是从1年级到咱们班级的。哇，这人厉害啊。我问你，10加10等于几？等于20。你居然会？傻子才不会。初中天才，跟我走。放开我。站住，上课时间不能出去。校长他是天才，我带他去参加比赛。这小子一看就不聪明。敢瞧不起我，你出题。行，一只鸟飞进房间，打碎了玻璃杯，又拉了一套，主人把他赶走了，但不敢捉他。为什么？这是一只画在墙上的鸟。对，你还真是天才。那当然。愣着干嘛？快去，赶紧走。
参赛，你对战的是初中部500年的天才，不是我，是他，一个小屁孩。切，我轻轻松松秒杀他。有脾气上台，你愿意挑战他吗？当然，你别哭得太惨。谁哭还不一定。请听题：一只鸭子在湖中游泳，它的前面有一个鸭子，它的后面也有一个鸭子，它正在中间游泳。那么这只鸭子是怎么游过去的？跳过去。回答错误，笨死了。你说为什么？游过去。正确。哎呀，失误了。是否继续？不了，没意思。好的，你的5000万。妈呀，这么多钱！赢一场5000万。继续，继续。请听题：为什么小明4岁就当了爸爸？这怎么可能？是让你回答。是做梦。错误。这谁知道正确答案？我知道。别吹牛了，你来回答。是小明在玩过家家。完全正确。再给你5000万。我发财了。我决定1000年的天才就是王小呆。你好，欢迎您加入高中部。妈呀，我成高中生了。今天来讲惩处法，这么简单还用讲？看你饿死的。我没饿死。谁来回答9×9等于多少？好难，我10根手指头也数不过来。不就是81吗？你还81，明明等于1。啥？你咋算出来的？你看你就不认真听讲，老师昨天说了99归1。你听了什么？人家王小呆答对了，他一定是懵的。行了，学校提出可以定惩罚表，你们谁要定？要定的举手。老师不用举手，我们全班都要定。我不想定。全班都定，就你特殊啊。惩罚口诀我会背，定了浪费了。你太狂了，老师你看他狂的。这样，我来考考你，你要是回答正确，你就不定了。没问题。来吧，3×3等于多少？老师肯定在故意刁难他。9×9，这么难的题，你居然答对了。不难啊。不要答对一道题就沾沾自喜，数学知识还多着呢。知道了，老师，你再考考我。先听好了，有架飞机失事，现场支离破碎。令人惊讶的是，找不到任何伤者。为什么？因为那是一架遥控飞机。先继续，李伯伯一共有7个儿子，这7个儿子又各有一个妹妹。那么，李伯伯一共有几个子女？8个子女，妹妹最小。我真的佩服，这一节课你来上。你干嘛？我来当学生，我上你的课。这也太夸张了吧！假如有吹牛考试，吹牛开始。我家有矿，我喝牛奶不舔盖，我从小就吃牛肉，牛肉也好意思拿出来说。后来我才知道是进口和牛，我还每天都吃鱼肉。切，鱼肉我也吃过。我说的是金枪鱼，50万一条。我才知道鞋脏了可以洗，以前脏了就扔了。我也才知道要是丢了还能配，以前要是丢了别墅也不要了。我爱用火山泥面膜，直接买了做火山。我喜欢深海补水洗面奶，我直接买了变海，因为我床太大，过了一天还没下床。我1岁走丢，我今年都60了还没走出我家客厅。我说不出来了。老师，我认输。哼，还敢跟我比？还有谁愿意和他比？我来。开始。我家狗会跳芭蕾，我家驴会端水杯，我家马桶纯钻石打造。是这个吗？20年前我就淘汰了，现在我用的是机器人马桶。还有，我在学校都不干活，赛西施照顾我，一来伸手，半来张口。赛西施给我倒杯水。可恶！还有校霸，每天都帮我买汉堡。校霸给我喂汉堡。好嘞，美味。太过分了，我不玩了。切，还想跟我斗？呜呜呜！斗啥？吹牛比赛输了，笨死了。切，你还不如我呢。看我的吹牛奖杯，好厉害！快教教我。行，以后的玩你猫了。行，给你吹牛秘籍。哈哈，看我不打败他。第二天，我来挑战你。听好了，我是世界首富，我是世界首富他爷爷。你敢骂我？我只是在吹牛。可恶！我和恐龙喝过照，我和恐龙睡过觉，我射过100个太阳。玉皇大帝是我家保姆，我一秒赚10个亿，你赚的钱都是我的。我家的钱比圆周率还要多，也是我的。可恶，被你套路了。王小呆厉害啊！那当然，我吹牛秘籍不是白看的。走，参加吹牛比赛。参加比赛，上台，谁来挑战他？我来。开始。古代用精卫填海，我用黄金。黄金是我卖给你的。我还给珠穆朗玛峰安装了电梯。我包给你的工程。奥特曼家族是我家保姆。我家的鸡有2000条腿，700个心脏，3000只眼睛。我会倒背圆周率。给你来个大的，杰哥帅是我小弟。这牛真敢吹啊！这没吹牛，本来就是。我愿赌服输。哈哈，我是第一名。这只是个开始。啥意思？你还要对战2个人？随便来。我来了。怎么是你？我也看了吹牛秘籍，你看的肯定是假的。看，你爸手里买的。这老头坑。儿子，别废话了，你接受他的挑战吗？来，我一样打败你。我能2秒绕着地球走1000圈，我的速度可以5秒绕银河系5个耳。月球是我家厕所，整个银河都是我造的，你家月球也是我的。我一脚可以把你踢出银河系，我造出了一个宇宙。我派给你的任务完了，我没词了，认输吧。不可能，我的脸皮比宇宙还厚。这说的是实话。不是，怎么样，答不出来了吧？我上厕所不用纸。我答不出来。不可能，我从来都不吃饭。我认输吧。给你3秒钟。我陈阿姨，你被淘汰了。我和你都同样看了吹牛秘籍，你怎么比我厉害？因为我爸给我了一个升级版的吹牛秘籍，认输吧，我是吹牛大王了。你还要对战1个人，是谁？上一届的吹牛大王，我倒要看看是谁。欢迎他出来。我的天，老爸，没错，就是我。父子对战，这也太精彩了。儿子，能不能打败我，看你本事了。放马过来吧。听好了，我家有2个游泳池，一个洗左脚，一个洗右脚，这样脚气就不会互相感染。你从来不洗澡，我们去游泳，从此就有了黑海。我儿子厉害呀。那必须的，继续来。我1秒能跑11000米，我0.1秒跑100、1000米。太阳是我家的电灯泡，宇宙是我家鸡下的蛋，给我一个支撑点，我能把地球翘起来。我从楼下掉下来，掉了20年还没有掉完。我儿子厉害呀。怎么样，快认输吧。我输了，我儿子是吹牛大王。恭喜王小呆成为吹牛大王。哦耶，我儿子真厉害。